晚清的贵妇美出天际，第一张精致，最后一张气质出尘。众所周知，电视剧里面的古代贵妇都是颜值高的存在，一颦一笑极具优雅，天生的美人胚子。现在来一组晚清时期贵妇的真实倩影，看看和电视剧的差别有多大，一起见证玄机。这组老照片记录了晚清贵妇的真实形象，她们有的颜值高，有的长相一般，贵族的女子尚且如此，可见普通的晚清妇女的形象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古代由于化妆技术以及审美观，服饰和发饰大多数影响了颜值。站在现代的眼光来看，大家怎么看待呢？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